初初咧，點解翻香港呢？就因為其實有一份好工咧係等住我嘅。咁啊，留咗兩個月之後咧，就覺得香港小姐咧就招募嘅時候，我有少少心動嘅。咁啊，話曬自己都係一個靚女嚟噶嘛，於是咧就膽粗粗咧就去提參與啦，就揾我媽咪提名啦。咁啊，所有嘢就發生啦。翻到嚟香港咁多年咧，最開心、最多得著咧，就係識到好多好朋友。咁啊，無論係圈外啦，或者係圈內，個個咧都好錫我嘅。咁啊，令到我無論係工作上啦，同埋生活上咧，都好開心、好穩定。咁啊，亦都揾到自己好中意嘅工作。咁啊，所有嘢咧都係好感恩嘅。